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本意推隐江湖的天剑无名，在荒野中救了一名神秘少女。少女自称貌似跨越了无数平行时空，带来一则预言：银河深处，一支名为黑洞帝国的势力正在崛起，3000年后将入侵至此。 为了保存实力，风元二人自愿接受天外技术，以量子形态沉睡于世，等待时机苏醒。而后，该时空无名化名为穆宏宇，利用天外技术打开了人体基因锁，开发出强大的体内能量——脉能。预言时间临近，一颗小行星意外撞击了地球。 人类被迫转移地下城，人类进入至暗时刻，而能够逆转一切的，唯有风云。 12月28日即将打响，谁将成为下一个地下城英雄？敬请期待。李三儿，干活了。别看了，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地表环境恶劣，普通人请不要私自上地表。 先生，请等一下。手抬一下。嗯。这边。服务生，曹部长，尝尝用地表苹果榨出来的果汁，和咱们合成的相比，别有一番风味呀！哎呦呦，地表苹果，得给天涯带几个。听说地表的变猿猴凶狠异常，罗总。 你肯定费了一番功夫吧？陶部长过奖了，为了32号地下城的子民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哎呦，看路啊！哎，抱歉啊，走路长点眼。李三儿，果然办事牢靠，不愧是我的王牌。有个大活，但是对方要跟你面谈。小爷我的规矩就是不见人。哎，别跟钱过不去啊！你不是还要给人治病吗？老王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先生，人带来了。大佬，至于搞这么神秘吗？嗯。嗯。嗯。啊，这……王老板说你是人肉3D 打印机，只要是见过的东西，都能做出一个外表一模一样的赝品出来。 全凭图片定制，很贵的哦。嗯嗯嗯。按照我说的做，这些粮票都是你的。事成之后，还有一大叠粮票给你。不答应，就把你和这段视频一起交给警察。 自己选吧。我答应，不就是做一个黑盒子吗？屋子里的材料随便使用。等一下，我们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用赝品去把真品给我换出来。够吗？这黑盒子到底是什么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需要知道。 你要是能完成任务，还有更多的粮票等着你。这是到矿区了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他会告诉你最终地点，你有1小时时间。 这段时间监控会因为例行检修而失效，你换出黑泵，再回到这里。黑泵，哦，这黑盒子叫黑泵。地下城每年都有人失踪，不要做多余的事。臭小子，你干什么？这点记性都没有，干不了咱这行。哎，等一下。 嗯，有条岔路记得不是很清楚。哎呀，大意了，大意了！哈哈，哎呦，竟然有这么大规模的生产线，乖乖，要消耗多少资源呢？算了，跟我有屁关系！哎呀，这东西竟然在释放脉能，就是说，天涯有救了。哼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小爷我全都要。 要不属下去看看。嗯，你们要对我有点信心。哎，剩下的粮票呢？这还差不多。老大，有别的活再找我啊。 干嘛？我记得路，不劳大伙才送。看一眼就记得地图，蒙眼进来还记得回去的路，小子果然有能耐。可惜呀！哎，别！我一个字都不会对别人说的，江湖中人讲究一个信字。啊，哼，你就那么确信？ 手上的黑泵是真的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视频你们随便给啊，反正看不清楚。拜拜。对。你没长眼啊！抱歉啊！居然是孔明锁，这么诡异！黑金科技在用脉能武者做实验。 上！还不放手！等一下，我们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用赝品去把真品给我换出来。果然有能耐，可惜。啊！此处是何地？臭小子，把黑泵交出来！大侠，救命啊！你是谁？哼，别装疯卖傻！快交出来，不然就打死你！上！尔等何人？休要猖狂！君的功夫。 此等身法，莫非就是失传已久的移形换影？后生可畏，看来我轻敌了。白云掌！怎么回事？队长，怕不是这小子也有卖能吧？ 别跟着我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在哪里？院长，今天我们能见到罗总吗？天涯，别担心，这一次肯定会见你的。真美啊！ 我们都在地下城出生，从不曾见过这种景象。听说这就是地表原本的样子。对了，院长，哥哥去哪儿了？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想让他也瞧瞧。哎，谁知道他在哪儿？天云现在整天神秘兮兮的，不知道从哪儿弄到那么多钱。您不要责怪哥哥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。 如果不是为了给我看病，不要多想了，傻孩子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来，照一下，照一下，谢谢。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啊，看这边，照一下，照一下。来，哎呦，院长你好，这就是步天涯吧？地下城的下一代就是黑鲸公司的未来。除了赞助麦能高中。 我个人也非常关心地下城的孤儿们，对他们的关照一个也不能少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快来！抓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妈呀！你怎么还跟着我呀？我在哪里？ 这是32号地下城，别跟着我了。32号，阴曹地府不是才18层吗？地下城是人住的地方，一共有40座，被小行星撞击之后就只剩下36个了。这里是第32个，所以叫32号地下城。这些是基本常识，你怎么都不知道啊？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也没有喝孟婆汤，那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在地下城。 这可来之不易呀、啊！院长别见怪，今天的展会你们喝的果汁都是宣传的一部分，但是我对孩子们的关心呢、啊，那是真的。那还请罗总用脉能看一下天涯的病情吧。啊 院长，介意不说话？不用走开，不管是什么结果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你这孩子倒是有骨气啊，只不过你的腿……这么说吧，除非一辈子有持续的脉能注入，否则是无法和正常人一样行走的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没关系的。罗总，工厂那边出事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有些事需要处理。 东西呢？先生，那小子跑不了的，所有人都在追他。所有人？你在干嘛？去他的！如今什么都得靠自己力。 小子，站住！小心！此暗器威力惊人，中者必亡。连枪都不认识啊！哎，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在此幻视。 好像只有你能看得到我，不帮你脱此险境，谁来帮我解开满心疑团？他面阳背阴，难辨虚实，手持利器，继而不敢妄动。待他进得5步之内，以虎鹤之形，避实击虚，攻其不备。快，机不可失！不许动！哇，刚才那几下子竟然这么厉害！你是卖能武者吗？卖能武者是什么？看来此地并非阴曹地府，我还能感觉到人的杀气。还想往哪儿跑？ 你是罗刹的副手，我在展会上见过你。哼，你是我雇的贼，我自然要当面解你的本事。我之前就听说，黑金公司有个案子，黑金帮，原来是真的，监守自盗，你就不怕罗刹要你的命吗？这句话已经宣告了你的死期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我留你个全尸。我要拿这东西救人。 不像你们，拿来做人体实验。哼！啊！ 你没事吧？啊，前辈、高人、大侠，还有什么招式啊？此人毫无内力修为，却靠这条铁甲手臂发挥如此威力。此地不易进战，走为上。此人为何能将铁甲嵌入皮肉？那是外骨骼装甲，专门植入人体，增强人力量的。我之前在工地上见过别的型号，但他身上的战斗型装甲是专门对付地表的变异怪物的。地表变异怪物？地表被撞击后已经完全变样了，除了卖能武者，普通人如果不穿上装甲，上了地表。 就算不被怪兽吃掉，也会被辐射照死。小兄弟，你这肩上的刺青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以为能躲得过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来啊！好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我再教你一招擒拿手，以巧取胜。 里面的东西呢？小爷我吃了，怎么样？既然这样，我就一点一点将你开膛破肚，总能找得到，对不对？小兄弟，不要放弃，继续战斗。你说的倒是轻松啊，哎。那帮无耻政客，一切都是为了作秀。院长，没关系的，我能得到这只蝴蝶，已经很开心了。哥哥，你千万不要出事。天涯，哥哥一定要治好你，然后。 我们一起去吃大餐。小兄弟，想想你体内的能量，调整呼吸。无关此人亦是肉体凡胎，若能击中其肩头的云门穴。 便能破除这条铁甲手臂。你先调整呼吸，麻痹此人战意，待他扑将过来，再听我号令。小子，我以前像你一样，幻想自己能有脉能，可惜那都是天选之人才有的。放弃幻想吧，下辈子投胎选好点儿。啊！ 怎么回事？脉能，你竟然觉醒了脉能！不可能！勇士，乌云蔽日。第八式，云海波涛。第三式，翻云覆雨。臭小子！ 多谢前辈搭救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步天云。巧了，无名之中亦有一个云字。哦，这么巧。